1.13.25磅，就是在瑞银大气压。就等一下看看，今天是高于大气压还是低？输入有锁哎。对啊。别人不能偷看。啊？偷看？怕里面的东西被爬。不会停都是偷翘水。好。什么都没看到。大家先猜猜看，我们现在这个门朝向的方向要开东南西北哪一边？南。北或南。北或南，为什么？西南。东西会折。东西会。西射。照射。对。啊，可是如果说太阳在比较偏北或偏南，是不是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照射的情况？如果太阳在头顶附近，可是它稍微有点阳斜角，就是它不是直射，是斜射的话，它通常是从北边照过来，还是南边照过来？南边，南边，南，南边，南，南，还是北内？南呢？北，南，南吧。对啊，因为东南西北，我们现在我们在北回归线以北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太阳它一定是在我们的南边，可以吗？确实可以哦，因为太阳照射的位置就是从南回归线直到北回归线这范围嘛，啊，最北最北顶多就北回归线，在嘉义直射嘉义的那个上空，可是我们现在在台北，所以它都在我们的南边，所以我们这个门哦会朝向北边开，哎，才不会在我们中午的时候开这个门，阳光就照进来，影响到里面的温度。哎，好，那里面这边呢，你会看到。我们打开来，好，那两个帮我拿一下，谢谢。好，两个温度计，一个这边右的这个是气温，另外这边有一个 LF， 它就是连到下面地表十公分，没有十公分，所以太夸张了，十公分。所以我们把这个 on 打开来的话，这就是土壤的温度。哇。好，所以你们是要记一下呢，土壤的温度30.7，要记哪边呢？它直接录起来就可以了。来，帮我，帮你拿。你看看，要记哪边？30.7，土壤温度。30.7。好，那是地表。所以你们的那个表格，你们那个表格没有土壤的。在土壤的是在我们会在另外的这个表格上面，不过我们可以填的是这个，这是气温，气温是 32.8， 就是 current 目前的状况，好， current temperature， 好，目前的气温。好，那我想要知道过去这之前的最高温，就是按这个 max， 是今天的吗？今天的这个是从中午12:30之后到现在，中午12:30到现在的最高温35.8，然后最低温32.1，哎，为什么只有32？为什么还是很高？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它这个计算是从中午的12:30到隔天的中午12:30，叫一天，所以我们现在是下午，所以它这个时间长度很短，就是从就是。刚刚的这几个小时而已，哦，12:30到现在，所以32.1。但如果说我们如果再按一次，前一天，哦，就是从前天的12:30到昨天的到今天中午的12:30，这样的时间长度里面，最小温度值就是26.8，这就比较合理了，因为清晨的时候就比较低温嘛，没有太阳照射的时候。好，那刚刚我们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哎，土温跟土温先把关掉。我有重新关。好，这是目前的土温跟目前的那个气温。左边热。所以刚刚有人说到好了，然后它会慢慢的平衡，所以我们等一下最后的时候再看一下。它天空，子弹。可以计划了。第一个 ，What is in your sky？ 我们现在的云覆盖量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从那边。
有没有看？可不可以看得到天空？可以，对，一点点那边嘛，一点点。哎，那其他这边都是云，所以可以是选那个 80%， broken。Broken 50%到90%，画在地板上，打多久啊？那个 OK， 在这边。哦，破墙练习的。哪里有 broken？ 哦 ，Thank you，Thank you。对 ，broken。我们一个律师。那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会不会被阻碍到看天空？确实不会，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就不用 go fog， 也不用 go sand 那些等等的哦。好，再来，sky color and visibility。Sky color 这个颜色如何呢？Pale blue. Yes. 然后其他的认为 ，Mickey。你觉得 Milky 吗？Milky 会更白一些。Tiffany 可以看到一些蓝蓝的。Tiffany 蓝或是 blue。格格不入 Light blue 大家觉得 Pale blue 没错 Pale blue OK 很好 Pale blue 把它打勾好那Visibility 那个能见度应该是Visibility 我们可以我们可能可以往这边来看那个我们对面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多远那、其实今天能见度算还不错，我们可以看到，比较远的建筑物。clear 对 ，clear 没有到非常清楚，或者是我们可以看那个正在建筑的那个吊臂啊，对，还是可以看得到，可是好像没有非常非常的漂亮或者清楚。clear， 够了。好，确实，确实。那再来的话就是已经失利了 ，high level clouds。我们看不看得到 high level clouds？ 看不到，看不到，肯定看不到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云是低云，所以被阻碍住了，所以我们看不到high level clouds。所以你就打 go 那个 no high level clouds observe。observe 是观测，然后它被动就被观测，可被观，没有被观测到。好，中间的那个中云 mid level clouds 有没有呢？maybe not because we can see the low level clouds. Okay, no problem. 我们 only we can only see volcano. 我们就都只看到了。我们等一下，请你量，不要量我们站的地方哦，因为我们站的地方都被我们污染过了，都被我们升温。那你就去量那一边。然后还记得我在白板上面画的吗？咚咚 咚，对，你要走一个蛇形九宫格，这样子。哎，然后量测的时候呢，请平举，然后朝下，按了之后读数据给大家，好，确实，请大家记录。好，那来吧，去吧。不举哥，你不要污染，我没有污染，我太细了。那你要报给大家写哦。哎，好痒哦。36.8，好。33.2，好，测完了，应该九个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我们这样测的话，那个温度的变化其实是蛮大的。我会平视，好，那请帮我平视，这个多少？1.3，歪掉了，歪掉了，有点歪，有点歪，好，你可以不小心打，那你自己拿，不小心打吗？来吧，交给你了，一个歪，你要。跟你的视野平视，哎，对。哎呀，1.3到1.4吧。1.3，那换你，换你，换你。你看多少？你看选什么预估值？我手在抖。看你哭哎。你在严重手抖。我严重手抖。手抖心电。哪里是一啊？哦，上面有二。哦，1.1几？1.32，哎，1.3。估计值，哇，你的眼睛很好，1.34，这么厉害，估计值啊，确实，确实，好，估计值，有没有人要再来？女生呢？女生读一下，可能女生比较细心，来读一下，这是什么？女生不会手抖。Gender stereotype， 刻板印象是不是？刻板印象，是
1.3到1.4间。一点三到一点四间。你看，这不一样吗？因为它的刻度最小就只有在0.1毫米，所以你的估计只能在那个小数点下两位而已。对啊。好，所以1.3到1.4的话，我们就会写1.35。可怜。来，这个分一下吧。就是那个。自己拿一张啊。太凶。记得拿一张。就拍贴了。好，翻一下，帮你套，看看。稍微翻沾一点。还有人要吗？对啊，去去。酸碱试纸，一人来一张，自己测看看。嗯，可以啊。现在没有。确实。然后这边来，自己对，你要对一下。好。我拿两张。说好了要镊子夹取。确实，我也是假。来一张表示，我要去对一下啊。这是科学。你们有拿到吗？你没拿吗？真没啊，怎么看戏的？啊，掉了。我要玩。哦，跟古一田的头一样绿。不可能吧？中性啊，真的假的？还没变色。古一婷是一道光，黄色，有一点黄。去对一下，好、哦，多了哦。还没有。要吗？看一下，来拿一下。没对到几了？给你自己拿。自己吃，然后再。我也要买。那你有拿吗？然后去对，对色表。哎，九十二。五，哎，5到4哎。金色那个是我们可以调整的。那、啊、为什么金色的可以调整？是因为，我们会透过气压的变化去预测未来是天气越来越好或越来越不好。好，那我们这样子来读的话，有没有人可以看出来黑色的指针这样对出来是多少？废弃的电线杆，然后把它堆起来，好，然后你就会看到。